着自己追着时光的轨迹，清澈的眼睛，青春就在上十分钟。你那只尼莫折的也太丑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即将开始的是第二届青奥杯游泳比赛男子青年组组别200米自由泳的决赛。比赛即将开始，期待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。比赛结果怎么样啊？人呢？比赛没比好也不用玩相师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姐请你吃小龙虾。
是要请你吃的，我是要请他吃的。请谁啊？当然是请他吃了。汪汪汪汪！喂，干嘛要吓唬他呀？他怪可怜的。哪里可怜？他没有家哎，还不可怜吗？赛得第几啊？铜牌啊，不错嘛你。所以什么时候请我吃小龙虾啊？这个嘛，算了，我去上选修课。哎，晚上我也有选修课，那我们下了课再过来看他。没空。哎，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啊？上课好无聊啊！老唐，你在干嘛？谁让你这学期学分差两分？我们在寝室待得可爽了。第三呢？那一男在干嘛呢？新奇性与适合性。第四就是成功体验的获得。第五呢，一会儿要不要跟我去喂猫？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讲到这里，下课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要去喂猫吗？可是你不说你没时间的吗？现在有时间了。男人还真是傻。喵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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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肥猫，喵喵，哎，小肥猫来，哎。哦，你还会驯猫术啊？原来如此。天气有点冷哎，有没有想我们呀？是不是冷？看你的新家，新家入住。哦，不要找他玩，跟我玩嘛。刚刚我找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出来。你真的这么喜欢他？啊？我说猫。他多可爱啊，是不是？喂，大侄子。小叔叔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突然想到你上次爽约，害我自己孤独一个人去看那个电影了。你是不是应该要请我吃一顿饭当做赔罪啊？我正准备这两天约你们俩呢，叫上原来一起。哦，行，那我要吃最贵的。等我电话吧。嗯。小胖，这下你该高兴了吧？
可真会挑时间去的。可算结束了。是啊，累死了。我不行了，什么时候吃晚饭啊？今天是加餐日，大家想想一会儿吃什么去啊？烤肉。你们没听说呀？因为咱们队的成绩持续低迷，学校要削减咱们的经费，可能以后都不会有加餐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又要马儿快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，哪有这个道理吗？我不行了，我一定要点杯奶茶续命。大家训练辛苦了啊！加餐来了！来来来，快点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哦，寿司又是这个。那算了，聊胜于无吧。哎，不是说咱们队的经费被削减了吗？你们一个个，要是把打听这小道消息的功夫用在训练上，得拿多少块金牌啊！来，那这么说来是真的了。这是教练亲自掏腰包请大家吃的，少废话，赶紧吃啊！有了这顿没下顿，快！哎，你不吃啊？赶紧吃啊！我海鲜过敏，你替我多吃点。那我多吃了。我还是买杯奶茶续命吧。喂喂，怎么样？听得到吧？废话，我就在你面前。嗯，人家有点紧张嘛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没约过会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没约过会。待会我大侄子来，我就在那里，一切听我指挥，啊。好。你能不能先把武器放下？要是你跟江明朗成了，按照辈分，我是你叔哎，有你这么吓唬你叔的吗？放下。哎，大侄子，你吓我！你，淑女一点，好吧？哦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。我迟到了。没有没有，是我来太早了。本来想约你和顾南一起的，他刚才打电话说有事儿，所以。是吗？对。嗯，那太遗憾了。得了吧，瞧你笑得开心的。想吃点什么？嗯？行的。天哪，姐姐，你连撩头发都不会呀！这个，我帮你。谢谢啊。挺漂亮的发夹。刚刚发夹卡住了。你还真是挺有意思的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点餐吗？我不吃，我没带钱，谢谢。那我们点餐。啊。服务员。别笑，你牙齿有菜渣。哎，对了，原来你最近琴练得怎么样？回来正好，快快快，开胃！我没吃晚饭，没力气打游戏。垫点。我不饿，吃饱了。你不说你没吃晚饭吗？我说我狗粮吃饱了。什么？上啊上啊！
一会儿吃完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的，我坐公交车回去就好，很快的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自己坐公交车回去？先生您好，这是账单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扫码支付？刷卡。接个电话啊。嗯。喂，妈。你怎么还不到家呀？是不是医院加班呢？没有，我顺路送个朋友，送完我就回家了。朋友？男的女的呀？嗨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他这么大肯定是跟姑娘在一起，长得漂亮吗？挺可爱的。哎，明朗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明朗在跟姑娘约会呢。什么约会啊？您别想多了，我这开车呢，先挂了，拜拜。挂了吧，挂了吧。哎，原来挺巧的，你看每次遇到你都赶上雨天。嗯，还真是呢。没事吧？来，吃口香糖，压一压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车上。也没水了，这样，一会儿进到校园里头，我去给你买瓶水。哦，不用了，你送我到校门口，我自己走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么大的雨，我肯定要给你送到寝室门口啊。对了，你们那个音乐学院在几号楼啊？学院的女生住哪栋寝室楼？哎呀，上路 miss 也不说你。学校这边没下雨，其实你不用送我进来的。都到这儿了，别客气。原来。拜拜，拜拜。袁兰。哦，怎么啦？老袁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我。哦，嗨，大侄子，竟然会在学校遇到你！啊，对对对，你跟我去趟校医院，走走走。我好想你啊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手机，哎，不，哎，原来的吗？嗯，我帮你给他啊。哎。好，您放心，我在医院呢。他现在没什么，只是吃坏了一些东西。再忍着点。好嘞。嗯。医生，能不能再快点？同学们现在难受的不行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这药没什么效果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大家都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突然这样了？一楠也，一楠，看来换药了。来，扶他坐下，坐那边吧。坐下。怎么样啊？你好点没？浑身没力气，还一直想吐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到底怎么搞的嘛？就吃了加餐的寿司，医生说可能是食物中毒。啊？同学们，如果想吐就吐，千万别忍着。啊，还有啊，每个人都想一下自己吃了多少寿司，方便一会儿医生帮你们按剂量配药。寿司。哪儿来的寿司？谁买的呀？好像是助教买的，好像是。
怎么样了？别，我无福消受。切，好心没好报。都没事了吧？嗯，医生说他们留院观察一晚上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嗯，今天……哦，放心，我大侄子什么都没发现。还有，我把这个给你，你拉在他车上了。嗯，我不是想说这个了，我是想说，今天谢谢你。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今天没有去训练，要是再被冷风抓到，估计明天出游泳馆，我的腿都不是我自己的。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说你们柔道队出了多少事儿了？本来大家就盯着你们，你们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现在全都知道了，你们怎么解释？院长，是我的错，不关教练的事。不是我的问题，应该由我来负责。是因为学校削减了我们柔道队的训练经费，教练他为了保证同学们正常训练，就算是自费也要给同学们提供加餐。是我贪图便宜，买了临期打折的食品，才发生了今天的事故的。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处理吧？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安抚好学员的情绪，至于家长那边，我会亲自去道歉。然后呢？我希望恢复我们的标准，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你们现在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谈条件吗？如果这次比赛我们能多拿两块金牌呢？两块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如果能够达到目标，我一定让学校提升你们的经费，同时要改善你们的训练设施，还有安排毕业生的就业问题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要是达不到呢？你们大可以说是我这个教练水平有问题，不是学生素质的问题，我不会给学校丢脸的。到时候我会引咎辞职。教练，一言为定。教练啊，你也累一天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，我再去看看其他队员。教练，我还是想知道那两块金牌你是怎么打算的。原来的确是我们的种子选手，但是就算是他夺冠了，我们也还是只有一块金牌啊。我想让原来增重，让他增加量级，这样的话低量级的位置就可以空闲出来，我们再培养其他的队员，有希望一块夺冠。你怎么吃那么少啊？啊，我最近胃口比较小啊。够吃了。教练胃口这么好。是啊，吃这么多啊。
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。啊？从今天起，你开始增重。啊？增重？嗯。啊？吃这个。原来，嗯，你这样不行，增重不能依靠吃零食。我没有意识，然后就吃了这么多。这个是我给你制定的饮食表，我希望你可以健康的增重。唐天天还有王一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人就负责监督他的饮食，按照这个表格，一克都不能少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我们俩再去给你打点汤吧。嗯，哎，不用了，我都吃不下了。我先过去，你不吃了吗？随便，多吃点。嗯，小胖，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化悲愤为食欲啊？我这哪是化悲愤为食欲啊？来了。哇，你们怎么给我打那么多啊？这都是你爱吃的，多吃点啊。来，嗯，再给你来点素的，快吃吧。这个我帮你放这儿啊。哦，谢了。多吃点，一会儿把它吃了。我尝尝。哎，你这么个吃法，周末见到我大侄子要怎么跟他交代？嗯，再加个腿，你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了，下来吧。嗯，这次情况不容乐观啊。你有按照我给你的计划表每天去饮食和作息吗？嗯，我有好好的休息，还有认真的吃早饭。那怎么体脂率不降反升？你是不是没有戒掉夜宵？都怪江坤南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没有，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，一定不让你失望。好，加油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他们柔道队的还在里边训练吗？啊，你找哪位啊？哎，你好，我叫于超越，是个演员。啊？啊，我跟我妹送吃的。啊，你妹妹啊？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说了你也不知道呀。我就是柔道队的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哎，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原来啊，我妹就是原来。嗯啊，那挺巧的，我就是原来的教练。教练？啊，哎呀，原来你就是原来的教练呐！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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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到底找我是要干嘛？教练不是跟你爸说了你要增重的事吗？这不给你送吃的来了吗？那袁爸爸还真是费心了。原来一会儿都吃了。哎，那好，我先进去了。干嘛呢？哎呦，对了，你爸让你晚上回来继续加餐啊。
再说吧，再说吧，我先回去训练了。哎，记得回家啊。太浪费了啦，怎么办啊？哦，吓我一跳。你在干嘛？给你吧。嗯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啊。你竟然会舍得把吃的送我。说来话长啊。增重？嗯，要增重到57公斤。哇，那我大侄子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哎呀，待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嗯，去哪儿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女儿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你突然请我吃这么贵的东西，我也是会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拿开。你谁呀？你是？这是我爸爸。哦，爸爸好。不，叔叔好。那这位呢？舅舅。哦，舅舅好。坐。丫头啊，这可是老爸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多吃点儿。啊，我对海鲜过敏，喝可乐就好。你什么时候对海鲜过敏了？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啊！哦，多吃点儿。都吃完啊！是啊，你要不要吃一个试试看？哎呦，我刚瘦了半斤，吃不了，要保持。这么壮的人都能瘦半斤，看来我大侄子还真的有能力啊！你想死吧你？开不起玩笑啊！快点，快点吃啦！哎，养了20多年，还从来没喂过我一口虾呢。哼，这你有什么好算的呀？看这小伙长得这么帅，能看上咱们家原来吗？哼，谁稀罕呢？我们原来还不见得看得上他呢。干嘛？你快点吃啊，还有很多哎。你爸盯着。赶紧，赶紧。爸，我来帮你烤吧。哎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快去吃你的海鲜呀。
我刚刚吃的挺多的了，多吃点儿啊。来，我帮你。这孩子，你，什么同学呀？啊？就普通同学啊。没见你带过什么男同学啊？债主欠了他钱了，你可别多想啊。挺帅的。帅吗？他突然就这样闯进了生活，真是打乱了我一切规则，心却另有所求，难过。